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凯君。凯君老师好。嗨。最近天气都很炎热啊，对啊，皮肤都很容易出油。那有没有什么保养成分是比较推荐的呢？有，以往呢我们就有分享啊，关于控油抗痘的有效护肤配方，像是茶树啊、绿薄荷啊，但是最近呢很红的一个天然植物萃取成分就是苦瓜的萃取液。是哦，那苦瓜萃取液是怎么来的？就是啊，透过了这个高科技的淬炼技术，将苦瓜的果实、苦瓜籽一起把它萃取出这个有效的美容成分。那苦瓜成分有什么功效？好，苦瓜在萃取的过程当中，经过实验发现到它当中含有的安定性维生素 C 这个含量非常高，浓度甚至是高过了这个柠檬的三倍。除此之外呢，还有这个维生素 B1， 对于我们的肌肤舒敏以及抗氧化的功能都有很好的帮助。除了这个之外呢，它还可以有效的淡化黑色素，以及对于泛红的反应有很好的这个调节的功能哦。这样的成分有没有特别适合什么样的肤质？好，特别就是适合这种容易出油、混合性、拼油性或者是长痘痘的肌肤来使用。像我今天准备的这个去油光的化妆水，它就是含有苦瓜的萃取液哦。平常我都是在天气热、容易出油的白天特别会使用它。那在使用的时候呢，我就会搭配这个化妆棉，好，那么进行全脸的擦拭。擦拭完了之后呢，我就会观察一下容易出油的 T 区或者是面颊的部分，我会湿敷5到10分钟。那么呢，拿掉之后，你就会发现到它可以维持脸上长时间的这个洁净的效果，所以容易出油的你一定要试试看哦。谢谢凯君老师。不会，谢谢，拜拜。